由彰化县政府兴建中州科技大学营运管理的彰化县第一座五星级的运动中心——彰北国民运动中心，因为建设实在，课程多元，吸引到真侪爱运动的乡亲。目前已经累积服务超过460,000人次的全民。运动中心也特别举办一系列周年庆庆祝活动。在去年的12月12日，彰北国民运动中心正式开始营运。一年来，包括温水游泳池、羽球场、篮球场、桌球馆、运动教室、健身房在内的六大主题运动设施，拢吸引真侪乡亲前来利用，让介意运动的人会当充分享受到运动了后所带来的身心舒缓和健康。所以，伫周年庆之天，地方各界人士嘛拢到现场祝贺。对未来负责营运管理的中州科技大学董事长也表示，将会继续推动各项运动，让彰化市民拢会当享受到俗佮优质的运动设施。彰北运动中心对未来展望，我们希望把运动再能够跟健康去做结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唯有健康的身体需要运动好好的培养，变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所以我们希望呢着重把运动跟健康去做结合，第一宗旨。第二宗旨，我们也希望呢给市民更好便利的方式，除了运动以外呢还可以提供其他的便民的措施，包含是线上购物啊，或是包含是族群的大资料库这样子一个资料的汇集，也希望呢借用这样子一个资料库的汇集呢能够让市民呢有更充实更美满更好的一个未来。第三呢，我们也希望哈运动中心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能够给市民更多会更多元化的一个运动方式。在周年庆活动中，也来颁发奖学金给运动优秀的同学，鼓励他们对运动的用心，也勉励他们未来继续在体育上有好成绩，为彰化县争光。新彰化新闻北平林彰化采访报道。